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青蛙博士和陨石危机。妈妈，吃我做的这个炒蛋，好吃，跟我一起去吧。啊，那是。陨石！糟了，我得赶快通知宇宙护卫队。按钮呢？按钮呢？找到了！嘿，呼叫彩虹流星，前方峡谷有大量落石，注意安全。收到。啊！嘿嘿，这个时候一定要用我新发明的量子能量发射器。流星，快停下，这样会有风险，还是用我的电子雷达系统吧，它能让我们完美躲避落石。还是用发射器吧，用电子雷达比较好。用发射器，电子雷达比较安全。用发射器，电子雷达。用发射器，电子雷达。糟了，操作太快，系统紊乱了。彩虹流星小心。不用太在意，一次训练而已。下次记得吸取教训。知道了。警报！有事！警报！是青蛙博士乔治。不好了，我刚刚检测到一颗直径近百米的陨石，正迅速向地球飞来，预计还有一小时就将进入大气层。这么大的陨石，如果撞击地面，威力足以摧毁一座城市。什么？有什么应对方案？时间太紧了，目前最佳方案。是先设法在大气层外将陨石击碎，较小的陨石碎块进入大气层时会与空气摩擦燃烧掉，而较大的我们可以在天文台架设能量波发射器，赶在落地前击碎它们。我可以帮忙，我可以帮忙架设发射器，还可以协助你们监测。好吧，彩虹流星赶往天文台搭建发射器。闪电和我马上出发去太空击碎陨石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北部天文台。宇宙护卫队出发！闪电、流星、彩虹、风暴。闪电击车，彩虹击车，流星击车，风暴击车，出发！是宇宙护卫队。快请进。博士，陨石离地球越来越近，我们要抓紧时间了。哇！博士，我现在需要将我的电子雷达系统和你的天文观测设备连接，我来负责探测，你帮我分析数据，对陨石进行监控。好的。同时有流星搭建发射器。说开始行动。哇！
流星拿好。我是彩虹。原来是彩虹啊。博士是怎么拿到扳手的？他的视力怎么时好时坏的？是这样的，青蛙的视网膜和神经系统很特殊，它看不清静止的物体，却能对活动的物体反应灵敏，并且利用它们能够高速伸缩的舌头快速地抓到它们。难怪博士一直晃头，原来是为了看清东西啊。呼叫彩虹，我们已经到达预定坐标，陨石马上进入攻击范围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发射器已经架设完毕，雷达系统和天文望远镜链接运转正常，可以进行下一步计划。开始行动。是。武器能量释放最大功率，量子能量炮发射。成功了。打开能量护盾。是。呼叫彩虹，陨石已经击碎，我们的武器能量耗尽，准备返航，之后就靠你们了。流星，准备迎击。好的。目标确认，瞄准完毕，发射。全部命中，流星干得漂亮。这些陨石燃烧起来的颜色好像不太正常。不好，陨石中含有很多高密度金属矿物，这种矿物非常坚硬，根据我的推算，进入大气层后不会完全被燃烧的陨石碎片比预计要多3倍以上。什么？能量炮发射。发射发射。不行，碎片太多了。矿石的硬度超过预期的数值，进入大气层的陨石碎片数量还在增加。这些陨石碎片都需要赶快击碎。要是流星的发射器能像博士那样操作就好了。博士，有办法了。我的电子感应系统探测到的数据由博士分析出必须攻击的目标，然后将指令传输到我加装在电控系统的发射器上，再加上博士的操作，一定能成功。有道理呀，彩虹。我是流星。我们快开始吧。好的。射击手乔治就位。雷达系统定位目标，电控系统启动。博士。命中率高达100%。博士，你太厉害了。博士，有一块较大的陨石碎片正在快速地向这边飞来，我们必须尽快击碎它。不行，它飞来的方向太偏了。如果瞄准那颗陨石，需要调整发射器的射击范围，会浪费很多时间，导致错过更多目标。你们快撤离，不要管我。那怎么行？我们回来了。风暴！你们专心对付陨石雨，这块陨石就交给我们了。可是你们的武器没有能量了。我们还有一个办法，闪电。明白。我们走。看我的。闪电飞梭最大功率，就是现在。风暴力量。
全部都解决了。太好了，博士。安全着陆了。探测扫描完毕，大块的陨石碎片全部被击碎了，现在安全了。太棒了！护卫队，博士，你怎么了？可能是刚才操作太激烈了。太谢谢你们了，是你们拯救了这座城市，也非常感谢你的帮助，击碎了那么多陨石。观看天上，哇，好美啊！快看，是流星鞋。快看，好多流星啊！这么多流星呀，快洗！我们希望天天都能看到流星雨。勇敢的护卫队，翱翔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。